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，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，滴滴青春的蒸馏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umber， 今天要教大家弹这一首《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》。那这首歌很简单哈，其实只有几个 chord， C 这样子按 ，D。这样子按，然后就 B minor， 然后就 E minor， 有没有？然后再来就是再回来 C D 还有 G， 那整首歌就这样子。可爱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你看，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，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。滴滴青春的蒸馏水，然后其他后面的也是一样。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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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一样的。你从来都不轻易失败，对梦想执着，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，很安心。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，放着让我来。勇敢追自己的梦想，那坚定的模样。好，就这样，我们先做 C， 你按 C 吗？哦，敲到我的吉他。C 是这样子 ，OK， 我们把它称为 Thumb， 第一只手指，第二只手指，第三只手指，这样，拇指。然后我们 Thumb 叫 Thumb 嘛，就拇指。然后一二三四，那我们只会用到今天都会用到五指啦。主要 拇指是在这边 ，I mean for 初学者啦哈，就初学者的话，但是有些和弦会按到这样子啦哈。可今天我们都不用用我们的拇指来按，所以今天我们做很简单的。然后这边呢，这边我待会再讲，我们先说这个和弦哈。你看 ，C 就是把我们的叮这个 finger number one 第一只手指放在第二条弦。一二三四五六，一共六条弦嘛，吉他，所以我们放在第二，这个你们叫 fret， 第一个 fret， 第二个 fret， 第三个 fret， OK， 这样子，第一个手第一只手指放在第二条弦，好吗？然后第二根手指中指啦，就放在第四条弦，第二个 fret， 干嘛？第二个 fret， one two three 的第四条弦，然后那第三只手指呢？它就放在老三，好，就放在这边第五条弦，那就是 C chord， C chord， OK， 比如说 Super Idol 的笑容，那笑这边我们下去咯，然后再加下来呢，接下来呢我们就去 D， D 要怎么按呢？也是 finger 1 2 3，是第一只手指在这个 fret number 1 2 2的第三条弦，一二三，然后呢第二个老二呢就放在我们叫我把它当作排屋，第一个排屋，第二排，第三排啊，好，这样子你们应该比较记，比较容易记，第三排的第二条弦，老二在这边，然后老三呢，哎，我自己都 confused， 错了错了，应该是这样子，我第一次做这个吉他教学呢，所以有点紧张哈，来这样子，因为平时按很简单，然后再教这样子，透过手机哈，荧幕这样子教，我是开始第一次的，有没有？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老大在第二排的排屋的第三条弦，老二在第一条弦，老三在这里，看到吗？应该很简单哈。然后嘞，这就 C， 哎 ，C， 然后就 D， 已经会两个了，所以你看 ，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就这样子罢了。然后八月正午的样 ，OK， 这个是 B minor，B minor 是这样子按，我们第一只手指在这边按到第五条弦，然后老二呢就在这边第二排，哎 ，sorry， 第三排的第二条弦，然后这两只手指在这边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们弹的时候呢，从第五条弦弹下来。八月正午的阳光 ，OK。然后 E minor， 现在我们 E minor，E minor 我觉得是最简单的。老二、老三放在这边，
在同一排的排屋有没有，然后在 string number 4跟 number 5这样子。好，我们老二放在这边第五条弦，好，老三放在第四条弦这样子，然后再回来 C， 然后再回来 D 有没有刚刚我们教过的，然后再回来 G 就可以弹整首歌了，就是那么简单。 OK， G 怎么样呢？ G 看到吗，这个我们老大休息二三四。 OK， 老二先按在第二排的排屋，在 第五条弦，然后老三呢就在第六条弦，好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们的老四就跟这个老三同一排，可是他在第一条弦，这个就 G， 就是那么简单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所以我们这边不要做那个 pattern 弦，好，不要做，我们就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，热爱105度的你，滴滴青春的蒸馏水。Okay， 那这边就是我们双，一开始我们练这个怎么按的时候，我们先这边就不做花样，我们就先主要是把它弹出来，这样子，就这样子。那这边如果我们要跟这首歌节奏，我们可以选一个简单的，比较简单的一个 pattern。它其实我其实可以用拇指，也是拇指一二三。那老师我们今天就不用。给拇指一二三，然后把我们手指放在这边 ，for C 和弦，这个 bass 弦下，咚炸咚咚，哎咚炸咚咚炸，那这 bass， 然后二三一起，然后再来 bass， 咚炸咚咚炸 ，bass， 咚炸咚咚炸，所以呢，你可以试试看哈。咚炸咚咚炸咚炸咚咚炸，整首歌都可以要这样子的。如果我们要把它简单化，我将这首歌简单化了，我将它分成一二三四五跟 ending 六段啦。然后其实一跟四五是一样的，然后这边只有一个不一样，就是这边加多一个 D， 然后。这个 ending 有些不一样，这样子。那刚刚我们练的是第一段，那第一段你们学会了吗？第一段还有一个更简单的那种弹法，你可以是，刚才我是咚炸咚咚炸咚炸咚咚炸吗？那你可以的咚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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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咚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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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子。所以他跟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，热爱105度的你，一滴青春的蒸馏水也可以。好，然后 C 啊，我们去直接去第四跟第五，它比较，因为其实它一模一样嘛，所以我们就是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，不怕失败，来一场痛快的热爱，热爱105度的你，滴滴青春的蒸馏水，那也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你试看啦。 C，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，不怕失败，来一场痛快的热爱，热爱105度的你，滴滴青春的蒸馏水。现在我们试试看啊，做第二跟第三段，就是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，跌倒后会傻笑着站起来，从来都不是，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，对梦想，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。啊，我们坐这边。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，跌倒后会傻笑着站起来，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，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。更改什么是D，然后
我们再做另外一段，很安心。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，放着让我来，勇敢追自己的梦想，那坚定的模样。所以我们带回到第二哈。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，跌倒后会傻笑着站起来。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，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。很安心，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，放着让我来。勇敢追自己的梦想，那坚定的模样。第五段这个部分哦，后面那个喝一口哟，活力全开，再次回到最佳状态，喝一口哟那边哦。随着，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，莫忘了初心常在，痛快去热爱，热爱105度的你，你的青春的蒸馏水，活力全开。这边好，活力全开，开才上吸下吸，活力全开，活力全开的爱，然后再次回到随时看啊。那个喝一口油的第一次呢，喝一口其实是我们来不及唱的，所以如果我们唱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这样子的，滴滴青春的蒸馏水，然后活力全开，再次回到最佳状态，喝一口油，这个是 CDG 咯，这样子。然后做 ending 的时候它是这样子，活力全开，再次回到最佳状态，喝一口又活力全开。所以 CDG 这样就完成这首歌了。那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留言啊跟我说，那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。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，我们来做最后一次好不好，一起来慢慢的弹，然后我用 strum 就好，然后你可以慢慢跟着我哈。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天，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，热爱105度的你，滴滴青春的蒸馏水。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，跌倒后会傻笑着站起来。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，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。很安心，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，放着让我来。勇敢追自己的梦想，那坚定的模样。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天，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，热爱105度的你，滴滴青春的蒸馏水。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，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，热爱105度的你，滴滴青春的蒸馏水。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，莫忘了初心常在，痛快去热爱，热爱105度的你，滴滴青春的蒸馏水，
火力全开，再次回到最佳状态，喝一口又火力全开。希望我这个视频可以帮助到你怎么去弹你喜欢这首歌。那如果你想要用尤克里里的话，下次啊 Number 也可以再教你。嗯，所以先这样，拜拜。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，热爱105度的你，你的青春的蒸馏水。